你说我是不是你的灾星啊？我是不是？我不知道都快害死了，现在又害了人家柳班长，这……哎呦！也不知道他这条又可以还能不能站起来。 老常，你别这样，你想太多了。我们都是为了救人，要不是你们救的及时，那蔡德汉的肺水肿是难免的了。这事都怪我，真的。他才23岁啊，他还有下半辈子要过呢。 合成战术训练呢？早点睡，啊！哎，怎么样，医生？他情况怎么样？他的腿虽然保住了，但是他的腰椎神经受到了损伤，虽然保住了腿，恐怕。 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了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今后要有一段时间坐在轮椅上了。刘恋，你怎么了？ 是要上厕所吗？我来扶您。护士同志，我这几天还是睡不好，您能再给我几片安定吗？刘恋，我们都是同行，你应该知道，安定服用多了对身体不好。没关系，我心里有数。 求求你了，就再给我两片吧，我真想好好睡一觉，不然的话，我会觉得更痛苦。其实你的腿已经保住了，只需要再治疗一段时间，加强一些锻炼就没事了。我知道，我会好起来的，我一定能站起来。可是，你也得让我睡好才行啊。 那好吧，那谢谢。哎，你别管了，去忙你的吧。我也是护士，知道怎么照顾自己。那好，你有什么事儿就按铃叫我吧。 同志，你找谁？这是医院，不是水果摊儿。哦，我是来看病号的。哎，对了，医生，那个骨科病房在哪儿？哦，在那儿。哦，谢谢啊。
哎，这人呢？怎么没人了？怎么说话的？我不是人呐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这个床上的，这床上的刘恋同志呢？你是他什么人啊？我是他战友。哎，那个刘恋，因为他听说一条腿要残废了，一时想不开，喝下了几十片安定，想自杀。自杀？不是，那他现在在哪儿呢？正在抢救室抢救呢。医生，麻烦您问一下，刘恋现在怎么样了？已经脱离危险了，在监护室呢。啊，我去看看。哎，你是他什么人？监护室不能随便进。我是他战友。不行。大家都是军人，都是他的战友。要是都进去的话，怎么保证病人的休息呢？那是他什么人能进去啊？除非是他的亲人，或者他所在部队的首长。我就算是他亲人吧，啊？哎，就算是亲人哪有就算是的？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我是，我是他亲哥啊！哎，你这位同志。情绪极不稳定，很可能会出现自虐的倾向，一定要检查他们。因为床前24小时不能离开人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少军，怎么样？这丫头脾气倔，很可能再做出什么傻事来。老谭，你脑瓜好使，给想个办法。对，你不是水晶脑子吗？柳恋可咱七中队的救命恩人呢。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救他了。谁呀？祝小玉。只有祝教官的女儿，才能让他有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。一物降一物啊！老谭，哎，老常，你干什么去？找韩主任。韩主任回家了。回家了。首长。那您能不能给韩主任打个电话，让他把小玉接回来，是不是啊？首长，你们想到的事情啊，韩主任就不能想到吗？经理，李峰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来接小玉。要把小玉接回去啊？他在这住的不是好好的吗？嫌我照顾的不好啊？什么呀，我接他回去是有任务。一个小孩子家能有什么任务？救命。救谁的命啊？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清楚，怎么还不出来？母亲，你知道吗？康平出事了。怎么了？康平在外边一直有好几个女孩，还把其中一个姑娘肚子给搞大了。这几个姑娘同时跑到家里去闹，康复正的一气之下就把康平送派出所了。啊，军装肯定是穿不上了，至于以后我才知道。梅梅这几天正为她的事四处奔波呢。哎，她不是已经离婚了吗？梅梅是在为你铺路呢。为我？又不是我进派出所。康复政委虽然把儿子送进派出所，但他心里怪的是谁，你自己不清楚。班长，我已经害死一个人了，你能忍心看着我再害死一个？
师长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来给你们介绍啊，首长。这是全国各大军事院校的专家呀，我请他们来是给即将毕业的七中队当考官的。有人说咱们这个七中队啊，是走形式，是镀金，人家根本不相信啊。一年半的时间，你就能培养出基础扎实、素质全面、从理论到实践都合格的军官来，啊？不信？我就不听他这一套，哎。所以我把各路诸侯都请到咱们这儿来，就是要负责出题、考试、打分，完全按照正规军事院校毕业生那个标准来考量。是骡子是马，得让专家鉴定，啊！你们所有的领导啊，再加上教导大队的所有教官，就不要插手，啊，免得人家说咱们自己考自己，自己哄自己。是不是啊？是，首长放心，我们热烈欢迎。立正！首长同志，炮兵教导大队第七中队全体集合完毕，英大六十一人，实大六十一人，指挥官林云和，请指示。在稍息。是。稍息。同志们，稍息！大家辛苦啊！一年半之前，军区炮兵经过严格的选拔考核，把63位同志送到了这儿，对你们寄予了希望，充满了信任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你们当中只有33位同志能够成功突围，成为未来的炮兵指挥员。无论是留下的还是走了的，你们都是军区炮兵的骄傲，是中国军人的骄傲。我这个老炮兵向你们致敬。540天的强化学习和训练之后，军区炮兵教导大队第七中队拉开了最后角逐的大幕。61名学员带着61种相同而又不同的心态，开始人生旅途中的一次顽强冲刺。韩主任，怎么样了？长双军这次发挥得非常不好。啊，长双群？你走了什么事儿啊？啊，说说说！哎呀呀呀！你给我交代，找你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了？你装什么糊涂？你当我们俩傻呀？老常，在确定射击助员的考核中，你的作业为什么只做了一半？我只做一半吗？不会吧？我觉得我都做完了。老常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打算放弃了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这么做对得起我们这些阶级弟兄吗？啊！老常，我们辛辛苦苦的熬到了现在，不就是为了这最后的一搏吗？为什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你选择放弃呢？我的好兄弟们，我没选择临阵逃脱，已经算意志坚定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啊！我答应过韩主任，要以军人的方式参加最后的考试，但是我没答应他必须要争夺什么。老常，老谭，别劝我了，我早拿定主意了，参加而不争夺。参加了呢，就算我走完了这段路程，如果再去争夺什么，那就不是好汉了。哼，还别说，我一定能考好。哎，就算我考好了，我占了一个名额，那
那体检怎么办？体检肯定过不了关呢，到时候被刷下来，白白浪费一个指标，那何必呢？哎呀，还是那句话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我连自己的工作都找好了。种菜，还是我哥们儿的，种菜去。颜色咱分不出来了，茄子、西红柿长啥样咱还知道。少说那些没用的，后边还有几个考核科目，你一定要努力把丢了的分给我追回来。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，别让我们失望。追回我怎么样？你现在的决定，我可以理解。但是你想想，你这么做对得起祝教官？祝教官可是因为你才……我会给祝教官一个交代的。首长，成绩和排名已经出来了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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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专家同志啊，我们这批学员到底怎么样啊？你实话实说，千万别客气。不可思议，简直是不可思议！他们的综合成绩完全可以和各大同类专业院校应届毕业生相比，排在前十名的可能还要更好一些。谢谢你啊，老朱啊，七中队毕业了，留下了33个，走了28个，不对，算上黄永华和马正度。不管走了的还是留下的，都是好样的。大家多希望毕业的时候你能在这儿，这帮小子还憋着灌你酒呢。交几个知己的朋友，不管你怎么想，我已经把你当成了这一生最重要的朋友。你爱怎么想怎么想。我知道，你放心不下的还有小玉。我和林峰会照顾她，她就是我们的亲女儿。以后我会经常带她来看你。唐老大不愧是唐老大嘛！啊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第四，让一让。你运气真不错呀，林班长。这是真的吗，林班长？你运气不错呀，你小子。唐老大，这是真的吗？我，是真的。第33名。好样的！我成功了。
我终于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哎哎，应该高兴才是啊。不知道，这家伙放弃了，还考了个34名。你说，他要是全力争胜的话，说不定既不想参加争夺，又要证明自己的价值，选择了这样的冲刺方式，就已经是个奇迹了。我谭文涛有把握进前10，甚至前5。但是，我绝对没有把握。正好考到34名，朱老师，对不起，我还是选择放弃了。我不是故意想让您失望。您放心吧，我永远也不会忘了自己曾经是一个跑手。是一名军人，我离开了这片战场，我还有更新的战场，我不会自暴自弃的，您放心。您放心吧。这是常双群送来的申请表，他想继续留在七中队转志愿兵。他完全可以当一个助教。是啊，可是他并不想，他想到炊事班，或者是去农场种菜。你觉得呢？哼，在上党委会之前，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我有什么好说的？他跟柳燕一样，不想留在柳竹身边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要考核吗？考完了。考完了？嗯。那恭喜你啊，军官同志。嗯，哎呀，可能得让你失望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太紧张了，点错了一组小数点，一组坐标就出格了。你知道吗？这要是在战场上，我发射的炮弹就得落到自己人头上。这个很严重的，没办法，考砸了。对，可你的成绩一向很优秀啊。啊，这再好的马也有失蹄的时候，是吧？反正，哎，咱不说这个了，走。我领你出去溜达一下啊！哎，穿鞋。是故意的吧？啊？什么故意的？你是故意不想考上的，对不对？哪能啊！我不想考上，不想考上，我到东幺七干什么？你是故意让出去的，因为你的眼睛。别瞎猜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做梦都想穿上4个兜。我恨不得超过所有人，我想考一把状元玩一玩。哪知道天不随人愿，我自己也没办法。别再哄我了。我怎么？哎，班长同志，你别哭啊！我真没哄你，我确实技不如人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啊？
你这样做对得起朱教官吗？啊，你对得起你自己吗？这不是让我失望，你是让朱教官失望，你是让一个想用生命挽救你的同志失望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想看见你了，你走吧。刘恋，你听我说，我什么都不想听，你走。刘班长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你别闹行不行？啊，我求你了啊！报告，进来。韩主任，您找我。哎，丛坤明寄给你的。前一段你们正在考试，我就替你保管了。我听说他分在市医院工作，现在正忙着复习，准备参加成人高考。谢谢韩主任。哎，你现在可以给他写一封回信。可以吗？多肉麻都行。是。你又来干什么？我也不想来，没办法，军人就得服从命令。命令？什么命令啊？我现在是东幺七大队后勤处的战士，我得听姚大队的，他让我照顾病人，那我就来照顾病人。告诉你，我老常要想做的事儿，没有我做不成。嗯，真的留下了？啊，你不也留下了吗？人可以脱了军装，但是坚决不能离开东幺七，这是跟你说的。向刘班长学习。王首长，后勤处战士常双群向你报告。后勤处的，过来。是。老谭，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，我来送送你。哎呀，我眼睛没出毛病之前啊，我认为咱俩会一直并肩战斗下去。没办法，现在我只能站在这儿，看着你往前走。哎，你还记得肖副司令说过一句话吗？说，你们看，站在你们眼前的这个小子，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，他会带领一个团。一个师，一个军，就照这个目标好好干，啊！放心吧，老常。我想以后，无论我们在干什么，无论我们在哪里，我们都不会忘记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日子，我们都不会忘记我们的特别中队。我更加不会忘记曾经有过一个你这样的对手，我们在一起较劲的日子。我今天我就输给你了。哎呀，走了，啊。来自
边疆，它来自内地，我们都是人民。进来吧，首长。来，坐下。目前啊，七中队已经不存在了。刚才康副政委来电话，委托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，主要是你这个。去留是啊，那还有什么好征求的？我留下就是了。可是康副政委的意见啊，他希望你回去担任军区炮兵作训处的处长。康副政委，小韩呐，别小看我们这些老家伙啊，我们都是从枪林弹雨里的爬过来的，不像你想象那么小心眼儿。谢谢首长，我考虑一下。嗯，首长，您说什么？啊。要走，还能有谁呀？哎，这个丫头啊，她就是不让我省心啊。决定了，非要出国。嗯，她什么时候走？听你阿姨说，明天。王主任宣布命令，同志们别扫兴，现在我宣布命令，经军区党委决定，下列人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排职干部行政二十三级：唐文涛、阚真奇、凌云和、魏文健、安国华、刘子月、杜志高、蔡德汉、张宗林、陈雷、李志高、沈毅、陈国华、
长永军、高红等有罪。走。高兴，感到自豪啊！我相信天底下所有的父亲都会为拥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高兴，感到自豪。其实我真是想和你们做兄弟，因为我们都是党的儿子，人民的儿子。我这不是喊口号唱高调，因为从我们穿上这身军装起，就决定了我们的身份，就决定了我们要为党、为人民、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贡献我们的一切。你们做到了，无论是成功突围还是被淘汰的战士，你们都做到了，你们做得好，非常好。我作为一个老炮兵，老哥，我感到高兴、自豪，党和人民也会感到自豪。当然，军人也是人，也是有血有肉，有七情有欲，有喜怒哀乐，有私心，有大家肚子里那个小九九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但是我们毕竟是军人，我们站着就是一座山，倒下也是一条河。是金不怕炼，是玉不怕琢。我们是炮兵，就应该像我们的大炮一样，选好角度，找准方向，仰角四十五度，向前看，向上看，当然也不能看得太高，低头耷了脑不行，好高骛远也不行。Yeah!
场雨后，脚下或许是泥泞的路，抬眼间朦胧，像在另一个高处，骄傲却在那里等候。追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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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转身之间是生命的厚度，是生命的厚度。又是一场雨后，眼望着天边彩虹出露，走过人生不平常的路，心中的梦想让我们一起守护。执着渐渐巩固，军旗下血液被激情涌入，筋骨被信念浇筑，扬起扬起扬起扬你命运的角度，扬起你生命的角度，又是一场雨后，眼望着天边彩虹出路，走过人生不平常的路，心中的梦想让我们